你来了，你就坐在这里，就坐在这里，不要动。你也给我带了礼物了吗？他们都说爱慕我的美，让我拥有这些稀世珍宝，项链、首饰、画作、雕塑。这些不仅仅是礼物，这是一个筹码，用来打动我，用来交换我，用来占有我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人们学会用一件东西交换另一个东西。我也是价值不菲的珍宝吗？我是物件，还是金钱，还是数字？我曾经深爱过一个人，我每天都在黑暗里等待他的到来。黄昏了，日落了，他就该出现了。但他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不能看到他的样子。我们的心在黑暗中扑通扑通地跳，我们彼此相爱，我的感受是如此的真实有力，但我不相信自己的感受，我太想看看他的样子，违背了诺言，悄悄打开了灯，于是他消失了。什么东西最有价值？这个答案早已在你心里。